找你来唱歌喽。您现在收看的是音乐快递，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少年强则国强。那刚才孩子们演唱这首歌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点出了本期的主题，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是祖国的春天，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的汗水与智慧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应该把掌声送给祖国的春天，当代的少年儿童。
不怎么爱讲话。对，这些穿红色衣服的呢小朋友是来自于山东莱州中华武校的小朋友们，把掌声送给他们，真棒，各个功能相当的棒啊。我今年十岁了，在学校练了三年了。练了三年了。我今年十四了，在学校练了六年了。今年十岁，我练了三年。三二一走。这个特别致颈椎啊，哆啦咪哥哥是有功夫的，来那听众哥哥有个问题想问一问你们，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你们觉得应该具备哪些优秀的品格？要勤劳善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要自律，懂得感恩和孝顺，热爱祖国，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人。好，我们给这群新时代的好少年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们，谢谢。声音特别特别的美，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呢，我们也发现刚才呢这个小小的音乐剧的片段呢，一下就把我们带入到他这个歌声当中，这个情境当中，用你自己独特的视角呢带领着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忆儿时的你和妈妈，并且呢畅想了一下长大之后你和妈妈是什么样子，对不对？那么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你是怎么理解感恩父母的呢？我觉得我们要多和父母沟通和交流，然后平常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说得真好啊。其实我们伟大的祖国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祖国呵护着我们每一个小小的家庭，而我们每一个孩子也会把对祖国的爱用唱歌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因为每一个优秀的新时代的好少年长大之后都会报效我们伟大的祖国。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在做什么？唱歌啊。 What time？ 甜甜圈，吹吹风，1 2 3 go。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小肩膀，大的书包，上呀上学堂。新的时代，新的主张，新新的模样。快乐学习的具体，每个个是强项。唠叨的话可以不可以不讲？给我一片自由自在童年的广场，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不知不觉就会超过你们的想象。是时尚，无论什么什么做对了，也像做错了一样。因为好像我们好像在比赛，容量大了去紧张。真的好像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自由自在，逆风飞翔，没有妈妈叫我起床。啊，不行不行，不能这样，好好学习的，得体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真的爱你。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个性要张扬。在校不做书呆子，居然不当小和尚。充满友爱，充满幻想，充满时尚。阳光男孩，阳光女孩，阳光下成长。认识我们的国家中国，来跟老师一起念：胳窝国，胳窝国；鸡鸭家，鸡鸭家；国家，国家。老师，老师，怎么了，同学？国家是什么呀？国家，国家呀，就是我们大家的家。原来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呀！当然了，来，我们继续上课。胳窝国，胳窝国；鸡鸭家，鸡鸭家；国家，国家。来，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这群小朋友啊！国家演绎的真好。我还知道你在学校里好像真是在同学们当中是一个小老师小榜样，是不是？我是我们班的副班长。哦，是我们副班长。那你点评一下跟你今天伴舞的一些小妹妹。其实我感觉他们的状态都很好，因为我感觉他们其实都很小，最小的也就五六岁，是不是？他们这么小就可以做到这么好，其实我是对他们很敬佩的。敬佩的，可爱的明珠哈，大个两三岁，成熟这么多。对，那蒙明珠讲一讲，在你的心目当中，新时代的好少年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我觉得新时代的好少年吧，应该爱国。而且要爱学习。发奋努力。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感恩。好。真好，说得好全面，你真是一个新时代的好少年的好代表，是不是？没错。
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每当我迷惑的时候，你都给我一种温暖，就像某个人的手臂紧紧搂着我的肩膀。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希望你把我记住，你流浪的孩子，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想念着你，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对我的意义，无论在何时何地你就像我的生命、啊、我爱你中国亲爱的母亲，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你觉得应该具备哪些优秀的品格？首先这个不要过于的攀比，有竞争性是好的，但是攀比过度就不好了。就是还有就是友善，就像我们这种铁哥们儿这样的，有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你们都是新时代的好少年，也希望你们能够共同携手，希望你们的未来更加的美好和灿烂。谢谢你们。谢谢。笑虎白首真黄。
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敢将日月再丈量，今朝为我少年郎，敢问天地是锋芒，披荆斩棘谁能挡，世人笑我我自强，不负年少。起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少年自由少年狂，生死山河挺脊梁，敢将日月再丈量，今朝主题是少年强则国强，感谢这群可爱的孩子们，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祖国在今天真的是繁荣昌盛和强大。每一位少年他们都是祖国的希望，祖国的未来，也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位有爱有德有智慧的好少年。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音乐快递。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